人刘畊宏自从带着女儿小泡芙参加《爸爸去哪儿5》之后，不仅父女俩声名大噪，就连小泡芙的哥哥宇恩珊珊也跟着被关注到。近日刘畊宏上完节目之后，爱女心切更是大爆发，还发出贴文，一早就被两位音乐人叫醒，看到照片才发现原来是小泡芙兄妹正在弹钢琴和吉他，可爱样貌萌翻网友。刘畊宏说道，不管昨天多晚睡，一早就被两位音乐人叫醒，而这两位音乐人就是儿子宇恩跟女儿小泡芙。只见照片中，小泡芙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身洋装，坐在钢琴前面对着刘畊宏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而另一张照片则是宇恩抱着木吉他，有模有样的在弹奏。但是网友却发现宇恩的一双不科学长腿跟同龄的人比起来，未免也太修长了吧。此外有网友也发现，小泡芙三兄妹完全就是像一个模板印出来的，同样都有丹凤眼可爱的肉包脸，但是宇恩的一双长腿就真的太特别了，哥哥的腿也太长了，这应该是遗传到模特儿妈妈。小泡芙真的太可爱了，三兄妹都可爱。